店里卖32一杯的燕麦拿铁，自己在家就能做，用的就是这个星爸爸同款燕麦奶。他还非常贴心的出了这种小盒装，只要把这个搭配好的浓缩咖啡泡好倒进去，一瓶燕麦拿铁就做好了，着急出门也十分方便。如果时间充足，咱们也可以精致的做一杯，有条件的挤上一点奶油，这颜值都市丽人们还不赶快冲。